我是阴谋，这边只有我。好，师兄有对招阴谋教，却连计划失手，发展不稳，两人心乱，纠纷失时不利，一计哦，一来哦，竟然高深阴谋，做难却之后化不开心。 好，福建武魂双倍召唤，形成有血有力的环境，横空一响。一路师兄，小叶的心量，成为左流最快剑锋，满天袭来。好，纠正一下。 剑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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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剑锋
福建无痕，直接输个轻安，发现六叔兄是对局，于是来到丘脑深处，再逃不到那路。什么人？全是空的。来人危机之秀，福建无痕胜利平攻，一时过到两靠回旋，转眼之间红娘都发是兵之来，纵使福建无痕死命的发誓，也无法攻入公道救心。杨平高进一球一攻，出相天之功。福建无痕修从在前，见到救我岂不离？行速奔逃，三千发誓再出动。如何天师射三千，攻守天天。公道，王帝神力轻重，那次饮酒高丽之力，我只能早锤秒毙。哼，穷人高一从容红衰。哼，哪不？